蓝蓝夫人会客室，有一种喜欢叫粉丝喜欢就好。有一种喜欢是李玉玺和首次主演电影的人气歌手毕书尽合作。李玉玺展现王子般笑容，却混在女同学里贫嘴搞笑。毕书尽大展歌喉，扮忧郁小白脸，却惨被富婆吃豆腐。两位男星个人魅力凌驾电影之上，有粉丝为见偶像半夜排队打的扑，因此有一种喜欢其实叫粉丝喜欢就好。谈有一种喜欢之前，要谈谈近日在成影视焦点的《我的少女时代》。华联电影发表对该片版权所有不容侵权的声明，该公司已自其他股东手上买下所有权，同时也积极邀请导演陈玉珊回归执导《少女二》电影和系列剧集。会拍校园爱情片的导演很多，投资方仍希望这个卖座 IP 由陈玉珊主导，肯定了陈玉珊多年来在偶像剧、电影对品质和戏感所下的功夫。另一方面，陈玉珊的戏往往造星成功，命中注定我爱你让阮经天、陈乔恩更上层楼，而王大陆、宋云桦、李玉玺都被《我的少女时代》捧红，